杨医师，稿子啊，稿子啊，杨医师，稿子啊，稿子啊，请问你是？你好，我是仁和药厂的业务，你叫我小吴就会使啊。你好，你好。听讲张医师，逐工下早啊，拢爱啉一杯热美式，我专工买来给你的。哦，啊，你敢会使？咱也听讲张医师少年有为，希望多多关照。若有啥物需要斗相共的，也请你多多照顾。啊，当然啦，无问题。谢谢张医师。较早刚来看过蔡处理的办公室，为何想出出入入，从来就无人会察觉我这个小小的注意意思。想袂到即马，竟然有人专工来催我，我的身份真正不敢管啦。老吴，气色袂歹哦。就是啊，饭了好气啦。老吴，就是啊，你来啊。张医师过来顺便帮啊。是啊。张医师就是这么负责任，伊惊老夫人的病情会有变化，所以只要有闲，伊就会来看老夫人啊。我有听严师讲你的英雄事迹，讲你一天开两间刀，辛苦你哦。袂啦，这是一个做医生该做的，无啥啦。其实哦，张医师开刀的经验哦，讲毋是真济啦。手术迄天哦，虽然我手受伤啊。啊，不过我嘛是自头到尾伫边啊指导张医师开刀啦，那无手术嘛袂遮尼成功啊。我今仔吼都会遮会当甲大家见面，都爱感谢病院吼医生的团队啦，尤其爱感谢张医生啦。阿强啊，啊，你有好好讲细声无啦？当然了。哇，你的话袂像敢那圣旨咁快，儿臣岂敢不遵？你嘛较正经咧。你只要放心，代志拢圆满拢解决了哈。这张英正浩医生是我救命恩人人诶。今仔日我特别订真侪花篮，要甲恭喜。恭喜？什么意思啊？伊个唔知啊。你等我来。谢你。你到底要创啊？要创啥做啦？好啊，我下班把你的目睭拍开。哎呦，啊哪坐火啊？医术精湛。啊、这是徐明强送的、啊。这是你的诊疗室。主治医师，我先做主治医师啊。这就代表你的努力已经受到大家的认同啊。老主任啊，这里就是张正浩医师。张医师，因为这段时间你伫个本院表现真突出，经过董事会评审决议决定啊，聘任你为本院心脏外科的主治医师，恭喜你！多谢。我想张医师已经接受大家祝福甲期待。咱就莫惊扰伊，让伊等于工作岗位，好好啊拍拼。林夕啊，刚刚座位上当主任是谁？当主任。先生，恭喜你啊！你一定替我讲一个好话对吧？其实哦。林夕。看我一下哥哥。我期待的一天总算是到啊！
好啊，那你等一下。嘉文多少了？没啦。哎，这名片顶往外赖给我定位，后抓你等一下赖给我预约就好啊。好，多谢。再见哦。账号规套早拢无消息，也毋知影有乖乖食饭无。喂，嘉文。正好，你敢无用完啊？徐玉莹妈妈即马状况安怎？伊即马状况真稳定啦，即马咧 VIP 病房。安尼就好，起码你总算会用放心嘛。嘉文，那在到我咧主导的时阵，拢比别人的家属搁较紧张啊。迄是当然的啦，大便哦，你一日去手术室。就穿上去上战场，赶快！你自己用生死交关的任务，我不应该替你分担吗？当然，就该当紧张甲烦恼。而且，这边的情形又搁这么特别着。那呢，你的心中爱搁较大粒的哦，因为以后你有愈侪代志爱紧张烦恼啊。你哪安尼讲啊？因为哦。我即马已经许病医生做主治医师啊！真是嘞，你做主治医师啊？你看敢是真是嘞？我骗你袂通啊！就今仔日开始，你就是真真正正生死娘啊！我已经甲阿母讲一个好消息，伊若知影，一定会足欢喜的。好。啊对啦，那安尼，婴儿你敢当倒来厝内食饭？我跟爸妈拢招来做伙庆祝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医师有闲无？喂，正好，你刚有听到？英啊，唔敢闲做伙食饭。我是无闲，我去靠你。你是咧甲谁讲电话啊？看到我，就赶紧挂掉的。哦，我妈啦。是的啦，在上班时间，我不应该讲私人电话。你唔免这么严肃噶，我唔是奉旨鼓掌，袂甲你记看点。而且，你一定是甲恁妈妈讲好消息对无？对啦。阿母一定替你照强哦。妍希，多谢你啦，拢是因为你，我才有法度足紧就坐伫这个位。你嘛无算是白白坐这个位啊。你若是无实力，不管我安怎听你，嘛无路用啊。若无你收听，应该嘛无人会承认我的实力。所以讲来讲去，这拢是你的功劳。若无安尼，今仔日嘛算是你的大日子。你若是真正要感谢我，你就让我请你吃饭。吃饭？我拢安排好啊，这毋是一般的餐厅、哦。你若是吃一个饭，你一定袂失望。除非你不肯赏光。听你安尼讲，这餐厅应该是一个足正式的餐厅对无？那无我穿安尼，小心倒来厝换一件衫好啊。好啊，那安尼我去领导接你。啊，免啊，你地址给我，我逐日过倒。好。